好物分享的系列，同款的软唇膏，就是很自然的嘴唇颜色。我一度觉得它不好用的感觉，要放你枕头套吗？完了之后，哇，我爱上，我为什么可以那么想？有人也是有问我，这个东西在哪买的？收纳袋，它直接烫的时候，头发是滑的。素颜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美好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，欢迎来到了我的这一个好物分享的系列。第一样要介绍的是我的好姐妹的牌子 ，Rihanna， 她最近呢出了这一个新款的软唇膏。今天我为了要擦这个软唇膏哦，所以我一开头的时候，我的嘴唇素颜。其实之前呢，我都有在用他们家的东西，例如眼影啊，那个 highlight 啊，那些喜欢喝咖啡、喝饮料啊，每次喝的时候要这样。的朋友不用担心，明白吗？因为不要弄到嘴唇。那他们通常都会，这个救星，你们的救星来了，这个颜色超好看，可能你们会在这一边看到那个颜色，好像很恐怖这样，很 sharp， 然后很亮，可是涂上去哦，它很自然，就好像你的嘴唇天生就是这个颜色。如果你们有看我 story 来讲的话啦，倩宁有帮我拍了这个橘色，还有一个是 berry banger， 它的颜色是看起来很夸张，可是涂上去哦，讲这样都没有用，我现在试给大家看，我现在要 try 的哦，它是有一点点。是死亡芭比粉吗？我们来看看，它的包装是这样的，然后还有点三角形这样子的，上面是可以看到颜色啦。哇，它有一点点死亡芭比粉的感觉，不过不用紧，可能我能驾驭嘞。它的头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平时我们擦唇釉啊那种头来的，然后它没有那种臭臭啊的那个味道。所以讲涂嘞，就沿着你的嘴唇。对，涂完它，你可以后涂没有关系的。刚开始涂完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啊，怎么好像吃了一坨油啊？你的嘴唇，你现在看是不是觉得我很恐怖？它是要用 tissue 抹掉它的，整个过程里面啊，你是不需要等它的。就是很自然的嘴唇颜色，我看你。这个颜色是不是很自然？涂上去哦，它好像是死亡芭比粉。你看我该涂在手的，哟哇！重点它来了，我这边是白白的。以后你去外面优雅的喝咖啡，它再也不沾杯了。涂了之后哦，你们切记要用你们的 tissue。抹干净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涂太里面哦，我们只是抹外面的表层嘛，你里面也要抹干净哦。而且它涂的时候哦，也不会油油，你可能跟你的男朋友来一个激吻，他也不会弄到，也不会沾到白色衣。这个我还没有试过啦，晚上我可能跟 Alan 试一下。现在我们来涂我上次也没有试过的三号 Strawberry Sandria。记得哈，大家你们也是要卸你们的嘴唇油 ，OK？ 每次涂好口红卸不干净来讲的话啦，你们嘴唇会黑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有一点点，是叫番茄红吗？也是没有味道。这个 Rihanna， 我好姐妹，你做得好。大家 CC and look look， 哎，它很快呀、啊，不用等的嘞，喂，这样的颜色。很自然，就是它很像哦，你嘴唇原本的颜色这样子哦。这个红真的很美，而且它不会夸张。你真的是没有，因为我要 try 给大家看，因为要不然人家就觉得有没有没有，所以我们一定不可以 cut 啊这个。各位观众，这个就是 Berry Banger 零四号的颜色，感觉还蛮可以。你呢，打扮到比较 wow 一点的话啦，你可以用这个颜色。很多人怕嘴唇很干，擦了会更干的话啦，我建议你们擦完之后，你们可以上透明的唇釉，那个嘴唇就好像喝饱水， bling bling 很美的，一样啊，没有脱了。至少这个哦，你不会好像来手这样滑到啊，上面又有这个不会。现在我要擦掉了，这颜色是 Jessie Bestie， Rihanna， you are my bestie。
可能我一下子试太多颜色了，因为我之前哦先 try 这个，然后它的颜色是有一点橘色的，对，我应该 try 这一个先，再 try 那个深色的，对到我的嘴唇已经 OK 了，幸好是四支罢了，大家放过我的嘴唇吧。四支颜色啦，我本身这样黝黑啦都可以用到，所以我觉得你们白皮的是 Dajubudiska， 你的妆稍微再浓少少就好看。这四支哈，一支决定，如果好用我们就好，一二三，好，大声一点，没有哦。这个 Fenty Beauty 的软唇膏到底好不好呢？一二三，好。它只有四支颜色，在哪里买呢？其实你可以在 Sephora 的就是 website 啊，或者去店找，一支大概是114块的。如果你们喜欢来讲的话啦，你们可以去看看。接下来介绍这个东西呢，我相信大家也有这个烦恼，尤其是现在我们戴口罩，每天很闷热，闷热了会怎样？就会冒痘。痘还没有戴口罩的时候冒痘痘的几率对我而言是非常的渺小的，是因为我们戴口罩的时候，我们呼吸的时候它一直循环在那个口罩的范围，然后就弄到很闷热，然后你毛孔呼吸不到，就导致你长痘痘。我的痘痘比较顽皮一点，它就是一直缠着我不放，因为以前我是长痘痘了过后，可能我群里的洗脸还是怎样，它就会消的。第二天他讲，哎，没完了，你怎么着了？我妹妹嘞就介绍我用这个 Kills。因为如果你手痒去按，它会一直有印在那边。我妹就叫我不要按，她就介绍我用这一个东西，所以按出来是这样子的，黄色的。它是那种膏状，我妹妹介绍我的时候，我真的有跑去买一支，因为我的痘痘真的不行。我一度觉得它不好用的，刚开始我怎样用呢？因为我妹妹也没有教我用，我买的时候我也没有去问，因为我觉得有痘痘就涂在痘痘的地方啊，我就是按了这样子涂。可是为什么我的痘痘一直没有消，它一直在那边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东西也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好用。就直到有一天我又开始冒痘痘了，因为我妹妹是她是 beautician， 她是对于 skincare 那些就比较有研究，就是给我意见讲说我的皮比较差什么比较好。她讲，哎，你用这个，我讲这个不好用了啦，我之前用了还是一样。她讲你怎样用，我讲我这样涂咯。她讲不是这样用的，她用的方式啦是在你有痘痘那一边，然后你就按了过后点在你有痘痘的地方就好了。不是，因为它会干的，它干了哦，就好像平时以前我们擦那个白色那个粉啊，它干了就硬在那边。然后我就姑且再信它多一回，它真的是消了嘞，真的。不是看到有一阵子我的痘痘很够力咩？我就这样点，我就去睡觉。那第二天它消了，你讲马上不见是骗人的啦，但是至少它不是拱起来咯。如果你们要知道你们皮肤到底适不适合，你们可以去问看那边的 staff。但是我没有叫你们有痘痘就一定要擦，如果你们的痘痘是非常非常严重来讲的话啦，也是建议你去找医生，或者是去洗一下脸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永远要靠这些东西的嘛。可能你痘痘很多啦，我觉得可能你里面已经累积了很脏的东西还是什么，所以建议你去看医生，或者是每个月定期去洗一次脸会比较好。这支 Kills 你可以去任何的 Kills 的那一个 store 就可以买到了的，它的价钱是165的。刚刚看了我介绍纯的啦，还有 for 痘痘的啦，现在我们来 for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是 GHD 的 Platinum Plus， 这个是 Limited Edition 的颜色。这个我收到的时候它的颜色也太美了吧。之前我去旅行的时候呢，我的朋友就带这个，然后说我头发毛躁嘛，然后又没有 set 这样子，我这样我就拿来烫一下。我烫的时候我吓到，它直接烫的时候头发是滑的，就会觉得哇，这个直发夹这样厉害的，这样好用的。这一支呢非常的厉害，就是你开电那把灯就是这样一粒罢了，不用讲说你要 set 多少分钟啊，温度啊，有 set 多少分钟的直发夹、那个是烤炉烤东西烤惯了，就按这个，你现在想冲的声音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。你太快了，你说太快了，是不用紧，总之它就十多秒就可以热好了。对，然后你就可以，很快的耶，这样快。对，它跟 Go 的分别就是热得很快，赶时间的上班族在那边插电你可能要梳个头它已经好了。看到吗？
我直接请模特儿上场，来，倩倩你来，我帮你烫。我觉得倩倩的头发比较好烫，是因为她的头发很多，她跟景甜头发一样很厚嘞。你烫的时候，你的手不要去碰它，因为它有点热，会亮亮的哦。它烫出来的卷也是。对，你有染头发来讲的话啦，它是可以保护你的颜色的，看到吗？更亮。这个是我妈妈年代的。没有啦，我们纯粹这个不是植发家的问题，没有，这是我的问题，技术的问题，技术的问题，很像姑姑，你梳开啦，它就会变成姑姑，变成很自然的卷，直了，我回来了，对，它不像它的姑姑了，而且哦，你看啊，我sorry， 我怎样烫都好来，它头发哦还是那种光滑的，所以哦，有染头发的朋友不用担心，就算你烫哦，你的头发不会就是暗淡无光，它会让你的那个发质更滑顺、更亮丽的，顺滑，顺滑。大家，如果你们想要买这个 GHD 的植发夹来讲的话啦，它的价钱是1445的，去 Sephora 就可以看到咯，或者是可能你们可以去 Sephora 的那个 website 看有没有啦，因为我听讲这个蛮好卖啦，经常缺货，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看的。以为这样子就结束了吗？ No， 最近我也很爱买那个烫头发的东西，我之前不是有介绍过那个 waffle 烫吗？这个呢是我在淘宝买的蛋卷夹，这个就是有一点像波浪头发的那个造型的。可是哦，我买了之后哦，我个人觉得它这个圈有一点太大，应该要买小的。哎呀，我们应该那个小的很像会弄得很老气。这个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朋友帮人家做造型的时候有用，我就看到很美，然后我们就拿来 testing 用，哎还不错，所以我们就在淘宝买。他买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麻烦，因为他算是敏感过物，我们之前呢也是找 third party 的人帮我们代运的啦，所以如果你们要买的时候呢，你们就注意一下咯。他有三个温度，160、180跟200的。这边就是按温度的地方，可以把灯这边。160那一个咧是给像我 C 啊跟 U 的头发，180咧就是 normal 的头发，200咧是给粗跟硬的头发。我们又再请我们的模特儿，我试给你们看。我是 executive director， 我们上面怎么给梳下去啊？拿这一下，你来，我帮你拿。我们有这个的吗？切记啊，不要太靠近你的头皮哦，因为它会 feel 到热的哦。放大概8秒了，七八秒不？七八秒。要放你枕头烫完？不是从上面的，上面是平平的哦。啊，直接从最上。妹，你会笑啊？妹，不要再烫了，它就是长这样。我们来看一下。还有马蒂，今天我跟你弄了新发型吗？你觉得？你看他开这样开心，就知道他非常的满意。没有，我只是给大家看那个波浪的感觉。你转过来看，看到吗？可以来，我烫我的，走开！我看。哎，你这样子哦，很像那种安迪那种家里剪头发的，好怕。啊，对了，他就这样。这个正常很多。所以是烫的那个人的问题。不是那个。头发跟那个人的问题，就指你们两个对比，明显就是样子的问题。有你讲嘛，好过分啊！如果你是长直发，你烫哦，你的头发就是会这样的。我会放图啦，可能我们弄得出来跟图。哈哈哈！这个蛋卷夹是我帮妹买的，淘宝买183块啊，马币。如果硬要经过那个第三集运厂啊，那边又空运了，就要35块人民币啊。总共是？总共200以内吧。计算。接下来呢，要跟你们分享我常用的香水，就是 ，Tada John Malone London English Pear and Fuchsia。另外一款呢，是我最近发现到它超级香的这一个格兰娇兰香水。首先我们先讲这个，我房间有很多很多很多 Jo Malone 不同味道的香水。那为什么我钟情于这个味道呢？是因为做空姐的朋友他就送我小小子，他讲哎这香水还蛮香的，他送给我那只小子就是这个 English Pear。 我喷了之后哇，我爱上，为什么可以那么香？它有一点
点点淡淡的，我感觉到很像是梨的味道这样子啦，甜甜的，甜甜的，然后它的那个味道不会肿，因为有时候你这样子闻很肿，可是它喷出来嘞，它的香气是非常的自然的，是非常清甜清甜。这一个味道对我来讲是我可以日常用，去 dinner 也可以用。我有问过很多人呐、啊，他们都讲这个味道特别的香，远远都可以闻到。而且做马龙他们哦，厉害在于哦，他们可以 mix and match 的。比如说，可能你现在很喜欢你这个味道嘛，你有另外一款做马龙的香水，然后你可以一起喷，可以制造出不同的香味，然后让你觉得这个又是 English pair， 然后又是那一个香水结合那个味道。那天我出席 event 的时候哦，然后 John Malone 他们不是也是有那种 hand cream 的吗？还有 hand wash、body wash 那些的嘛。然后那天他就用他的 hand wash 跟我洗手之后，然后再跟我涂他的 hand cream， 他又在喷这个香水在我的手，顿时我的手是那种有钱人啊，富贵手，真的。香水类其实它有分很多种的，就是 EDC、EDP 跟 EDT 的。古龙香水类它的味道其实是可以耐一到两个小时的。等一下我要讲的这个葛兰香水。它是 EDT， 它是可以耐三到四个小时。再来，我们还有 EDP 的，它的香味可以 lasting 五到六个小时的。因为有些人会很好奇，咦，怎么喷喷香没有味道？买之前可以看一下你们买的是怎样的香水。Jo Malone的 English Pair 香水哦，它的价钱是马币566，然后它其实是100ml 的，不要买那样大支，它其实是有小支装的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。这个是我最近发现它超香的这一个葛兰香水。其实呢，这个是他们家最新的系列的，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颜色的味道，可是我就蛮喜欢这一个香味了，因为是香味是我没有闻过的，它带一点点那种沉香味花的感觉给我啦，我这样子闻哦，粉粉的感觉。然后我跟倩颖，我妈妈也喜欢，但是我给她喷一下，哎，香了香了香了这样子。然后刚刚我有稍微给景轩闻， She don't like it， She say baby powder 的味道，她比较喜欢这种味道。这个咧其实还有粉红色的，有 rose 的味道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忘记了，那个味道我就还好。这个咧就可以拉三到六个钟啦，你像在那种 garden 这样啊，对对，它有一点点像在 garden 的 feel， 就好像如果你们去大草原哦，你喷这个你就是可以在那个草场奔跑一圈，然后那一个咧就是我好像闻风油一样。那个景轩拿着那个 John Malone 香水，可是这个我觉得它不能喷多，喷多嘞就会有一点肿。上次我只是这样子喷一两包，然后我上你车的时候，你不是讲很香的吗？很香，是很重还是很香？很重，但是我喜欢的味道啊，因为我们两个喜欢，所以我们觉得那个味道没有什么问题，是 digestible deska。如果是我喷了上下车就很晕，很晕，快点给我 Jo Malone 的 English Pair。懂啦，大家你们可以去闻闻看呐、啊，看你们喜不喜欢。是香水就是很看个人的，最好 try 了再买咯。是葛兰娇兰的这个香水哈、哦，它的价钱是380多的，它是125ml 的。其实我先被它的那个包装吸引，因为娇兰哈、哦、它的那一个 logo 就是有蜜蜂，讲蜜蜂好像很普通，大黄蜂。那其实不是大黄蜂，其实它是 ladybird。最后一样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东西，就是我觉得还蛮好用的，而且拍我的 house tour 的时候啦，有人也是有问我，哎，这个东西在哪买的、啊，所以今天我就特别来介绍这个东西，收纳袋。这个东西哦，其实是我觉得没有限制于你收纳什么东西啦。如果你们是想要收纳内衣裤、袜子，或者是你粒粒拉拉的东西，其实都 OK 的，因为我东西真的很乱，我坦白讲。就是喜欢就丢，尤其是袜子、哦、你没有收好来讲，你赶时间要找颜色是很麻烦的。那时候我出门、哦、就是可能我乱丢啊，我带到一长一短的袜子出门，因为它是白色，你没有注意嘛，就觉得是一样就出门。所以我觉得我需要，我有了它之后，我觉得我找袜子再也不是问题。后人家突然间手多来到你家说开你柜的时候，也是哦，还蛮整齐的。所以你一直笑我，我房间很乱吗？对呀、啊，很整齐啊。嗯，多几年我不懂啦，因为开始现在有点乱。多几年了。我东西乱不代表我人乱。这个类是我拿来装袜子的，其实它有很多 size 的，你看啊，这样子一格格比较密一点。可以装白服吗？白服，对，而且那白服不用一件一件装的吗？你看它蛮多空位的，你卷卷卷，其实可以放三条嘞，手帕、领带。
你不贴那些东西，你可以这样放，就不会乱。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类是长型的，长型类我就拿来放内衣，因为我们的女孩子内衣要收好来，是因为我们的内衣有贴。如果你乱乱放的话啦，压到那个贴戴上去，你的胸部就不是很好啦。我就这样子放，然后就推进去，说你拉出来的时候就很整齐，你在找的时候你也不会很乱。哦，这个类是给我放比较美的内衣，真的丑的。丑的就随便放了，垃圾垃圾，哎，随便放。你是会软到我？No 怎么？就一打一打黑黑，很像那种斑点狗。哎，我戴一个斑点狗的内衣。是哦 ，I don't know why。现在内衣裤也是有经常染色的，可以告诉我。告诉你什么？你把它洗了。没有，纯粹大家分享，开个 group chat 聊天。哇，很美味。哇，我们比。这个内衣啦是我在 Awaken 买的啦，因为 Awaken 他家的内衣我觉得跟我们平时穿的阿婆内衣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没有不想阿婆，就想我们平时穿的内衣就是那种保守，就是蕾丝，就算买贵的它也是蕾丝，对，就是有不同颜色，或者要不就是 plain 这样子，就因为女孩子会觉得哎呀内衣穿在里面都没有人看，随便穿就可以，可是这些美美内衣我们自己穿，我们自己看到也美，对对，而且因为它这个边啊很美嘛，若隐若现看到的时候哦，人家就觉得哦这个可能是一个内搭或者是背心，所以呢你就不会那么的排斥，然后它还有一 set 内裤，所以我觉得这样漂亮的内衣呢我就要好好的收藏起来，我就是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off Sunday no way Freedom 你看是不是很美？它是有铁的，可是呢，它的这个铁盒是不会弄到你痛，所以我们女孩子最舒服的就是 freedom。这种长型的嘞，它这个价钱是大概7块7这样，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，它的价钱是大概7块钱这样子啦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7个格的，那个价钱就是4块9啊，算了5块啦。你们可以去看看要怎样的收纳，我会放link在下面哟。那你蛮想要去烫波浪的，你这样子烫一下，他不想烫。真的，我太阳一直不想去烫了。大家如果想知道倩影到底最近在暗恋谁的话，在下面打加一，自由分享。我可以告诉他们，你不要告诉我，可以告诉，因为我懂是谁啊。打加一。